千万人，无人比你搁较好。情路上起起落落，只有你照顾。烈火龙掠去的，即摆已经下落啊！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！烈火龙掠走是管你什么地带？你竟然阁派人去调查？讲你戆，你阁袂承认啊？你敢知影烈火去互啥人掠去？什么人？就是你个无缘的翁，尤进强。是伊。我看这个唔正囝，真正是走头尾路。你若无，恁斗球也较惨。乌溜啊，那安尼哦，咱即马到尾把消息放出去，互伊死甲搁较歹看。你敢真正这怨恨？需要互伊死甲这歹看吗？这对咱敢无啥物好处？苏兰，你也知影嘞，伊还搁欠咱两千万嘞。我知你的意思啊啦，金勇也为着要叫伊老母，欠咱两千万，才会把丽妃掠走。也就是讲，金勇啊，即摆只不过是咱的机率，替咱在趁钱。哈哈哈！无不对，只要因老母伫咱的手头，不管由金勇去甲丽家砍偌济钱，到尾啊钱也是伫咱的手头。想袂到，迄个老查某，阁遐尼有价值。什么？阿英话真是做这个代志？你阁唔相信是？囝是你家己嫁出来呢，伊会做出什么代志？你这个糟老母的，心肝会知知的人。不过，绑票是爱枪杀的呢。对啊，所以吼，我才会讲恁阿英啊，实在是有够有效的啊，为着你吼。安尼拼死拼活，啊！咱像你这款人吼，生这款后生，嘛应该偷笑。素兰啊，我求你啦，你让我做这个代志，你看你安偌侪钱，我拢会用得还你啦。欧巴桑，啊！你即摆讲这话，敢会嫌伤晚啊？素兰啊，我求你啦，你放我走啦，我这世人做牛做马，我要报答你啦。我拜托你啦！你搞想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搁安尼欺负人啊，我搁把你绑起来。你若是想要报答，就乖乖念要吃，唔通受空受胖。家的人是咧安怎？只不过才五千万尔，安尼拖拖刷刷，一点仔消息拢无呢。五千万也毋是小数目，你总嘛爱用一点仔时间啊！而且，阮大家嘛无遐尼侪钱啦。我敢有叫你讲话啊？你想讲，爱我将你的嘴搁打起是？尤正勇，你是倒卖我法律的制裁。
口干，较早干五个。我看你认真地干活，即摆是恁厝的人不爱提你呢，就可怜的。你是要创啥啦？创啥？我爱创啥？有人爱你，就好啊，好好来疼惜你，再顾你，我会给你温暖。你走，你走。走，我哪有可能会离开你？更讲你唔知影，就较早我就介意的。你都跟我回来，我一世人都袂原谅你啦。我唔管你一世人原谅我，我爱你一世。永远都会记得我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俩到底在？干啥嘞？哎呀，人，人让伊走去啊啦！走去啊！也是走偌久？我唔知啊。你是伫创啥？叫你顾一个人，顾家己要走？是的啦，我会变负责，该找回来。好啊，免阁讲啊。迄个乌目送哦，实在是有够可恶，莫互我拄着，我一定要互伊晓看。你若敢偷走，那你就莫怪我对你有气。你的意思是？你想看嘛，绑票的人是尤正玉，咱若将伊的代志讲予你家人知影，你看伊会安怎？大查某，你敢偷走？我让恁囝关到头门死煞无！道理，敢讲你拢听袂入呢？无啊，都甲伊讲袂赴啊嘛。什么个袂赴啊？啊，若警察来的时候，迄阵就真是还袂赴啊。咱即摆若将丽慧放倒转去，安尼毋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丽慧已经互我，互你安怎？已经，打好啊！丽慧已经互我恭喜啊！你，哎呦，你这个妖精啊！这个代志你做得出来？无啊，真硬要讲才讲的呢。啊，我算算去，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已经了落去啊。你嘛无法度反头，嘛无退路啊。袂哦，你就甲我斗相共。若无，你走。我哪会许无管你啦？哎，你是我的囝呢，你逐摆做代志，毋是我咧甲你穿尻川的哦。安尼是上好啦，啊以后莫阁啰啰嗦嗦的啦，对不？甲丽慧叫起来，来换所在。换所在？无你是要换倒？好啊，我较早面上有足侪所在，敢讲你拢唔知？哦，这个所在啊，即马面伤久啊，袂晓。哎呦，是讲要换所在，你万免急伫啊这时阵。我吼去学你话。甲素兰哦，甲我关照几若工啊，腹肚嘛枵到要死，啊若要走，嘛着等我食饱再来走。母啊，你莫甲拜托，我遮哪有啥物件好食啦？哈，无物件通食，嗯，啊你要煞袂去买？好啦。母啊，啊，你敢会超工叫我出去，让我放你走？无。你即摆咧讲啥，我哪会听有啦？哎呦，反正我不都将腰咧紧紧买啦。
袂赴啊啦！哎，慢者，丽惠啊，我叫你哦，有一个条件啦，啊，就你着帮阮阿勇阿嫂，你毋通去报警，知影无？是讲恁两个若去报警，啊，恁害正勇去死，啊，剩三七公仔一人是要安怎啦？正勇若无死，敢讲阮内夫就该死是无？三七公家己饲歹囝，应该啦。阿母啊，莫讲啊啦，敲电话报警啦。哎呀，什么代志搞到这伤心？赶紧讲，赶紧阿母讲，哈，紧讲啊，紧讲啊，紧讲啊！干嘛？我看咱即马暂时卖别去，回去困一下好无？哎呦，人即马转来啊，问我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来，紧讲，紧讲，紧讲！什么人害的哈？我行这条路，根本不是你要行的。你跟我讲我行不对路啊！对付啊，一切拢想歹啦，你知无？我这世人，我这世人去了了。沾着药啊，啊，啥物精神啊？是看，丽惠给我放来啊，即摆搁我强去，伊敢会原谅我？这敢有可能？哎，你莫讲遐济，你跟我斗阵来去。等。事到如今，丽惠，我甲你讲啊，即摆连天公伯哦，拢无才调跟我斗三工啊。你若要去我哦，去自投罗网。是，要啊，要啊，你是要见到要啊。
爱去。烈火灯，阿勇啊，吃一斤梦人。嗯，人是倒转来啊，也不过，也不过，也不过什么？也不过烈火的身躯酸。三日公啊，烈火叫阿勇来扛去啊。什么啊？你是讲烈火？阿勇，我吃一斤梦人。以后绝对袂当再做这款戆代志啊！像阿勇伊款人哦，根本都无值得你为死啊！你若不愿，咱会当报警抓伊啊！是啊，像像这款社会败类，早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啊！今日再闯入洞，咱马上来通知警方将伊抓起来。为什么呀？是讲报警要安怎？你家己去红花店，啊我嘞，我都跟我当兄我清白，跟我男朋友我心肝来痛苦。为了我的心，我绝对不跟你原谅伊的。德惠，你。阿爷，你别再讲，我不管你原谅伊，我要报仇啊！奶奶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了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听无是无？出去，阮你敢不欢迎你？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很蛮家家。阮阿勇啊，才做这个大错误的代志。只要你若留阮阿勇啊一条死路，你看过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。你搁点去？这个话，你竟然讲会出嘴，叫我放你阿勇一条死路？无啊，你阿勇当初敢有放阮内夫一条死路嘞？哈？我真怪卡的查某囝。二十几年来，我辛辛苦苦将伊饲养大，想袂到恁阿勇啊，将我这个做老母、帮女的成凤的愿望完全打碎。我问你，若换作是你，你敢会当原谅呢？哈？我，你安怎？你安怎？我知影讲阮阿勇啊唔对。也不过，也不过，什么呢？家出祸端，才来这哭，才来这求人，才来这求人原谅。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我永远不爱看到你母仔囝。出去！我拜托你啊！
母讲你感觉我无够面皮性，要叫阮原谅阿勇啊？除非一头做西面出来，无可能啦！你拢啥死心啦？丽薇啊，我求你，丽薇啊，我求你原谅阿勇啊！我这世人，无啦，到后世人哦，我做牛做马，我就要报答伊。丽薇啊，伊安尼是创啥啦？你有够固执的，叫你死心，你搁来佚佗？你敢知影？拄才阮丽薇为着恁阿勇，搁想要行刀自杀，伊有可能原谅阿勇阿勇？小姨啊，丽薇啊，你哪会这么戆的？你想要将阿母惊死是无哈？阿母，你起来啦，唔通安尼。丽薇，敢讲你愿意？阿母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会扶你起来。并不是要原谅恁阿勇啊，我只是唔甘你。俗语你讲，个人做孽个人担，是阿勇也对不起我，甲你无关系。你唔免替伊求情，替伊下跪。我。Thank you.